全都是小事。好，你看好，看，满绿呢。这是一个。一碗绿满绿。Nice。奶奶，我妈嘞，你搞什么？我啊，叔。我妈嘞。我应该为你，你干什么？今天扛了这么大个料子过来。对，我钱都没有啊，就准备好啊。你没动作准备钱呢？ 我也不知道你塑料子过来啊！我要没有打电话的，我想在家。先放下，太累了，这么大个。来，哎，一万绿的，看谁？看一下，老钟老刘没看，莫西莎。那地方你得把钱，你不要担心。来，叔，你先坐坐。钱，钱的话都是现备的哈。好，现备的。你有好货，我随时把钱拿出来。好，你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 你看，每次给你备足那么多钱哈，都是那种白忙活了。钱都不是问题，主要是看品质。这个没有，三百多万里。三百多万。那我来来回回得拿多少次？要包好。三百多万了。哎，三百多万，你没看？钱都是小事。好，没看，看好，满绿呢。 这是一个一碗绿满绿，这个料子全身都爬满了色。看一下，这种料子就是一个老长河，一个莫西沙，全身都是色啊，一样的。都有色。那这个色的话，好多地方这个色都是凹下去的哈，有凹下去的这种色，就说明它色是从里面画出来的。这个玩到帝王，你那还了得？那岂不是要首富了哈？来，我来看一下。老料，对，这个料子确实是好老。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那个地方，我的手都发抖了。哎，这样子好东西没有钱不好买的。有钱都难买到了哦。啊，买得到没？进来慢慢看。这个料子，你看这些地方都已经是这种松花，都是爆出来了哈，而且我们鸭蛋可以看到这个色是色样色那的，它这个色是非常柔和的。来看这一面，这些地方都是水，尤其像这一面哈，它是非常那种。 表面非常通透的，我们这样斜光灯看过去都看到它这个色，它不是表皮啊，它是直接凹下去的这种色。有这边都有，没看，看这边有那边哪里看哪里有。这个色确实是有哈，但这种料子，你说玩帝王的嘛，玩起来还是非常大的。对，毕竟料子我们也只能看到个表皮，那里面。 太多不确定因素了。哦，妈的！那这种咱就不要说去玩帝王的哈。啊，帝王。玩到一个冰果粒。啊，不是帝王绿没看。你看叔非得这么较劲，一定说是个帝王绿。在意的还是这个价格，多少钱可以把它拿下来？好，这个没按不住了，三百多万没。三百，三百，就是那个350万。 350万吗？对对，老大，大料的话，收入没几个，收入没算。350万，但是我们发育收回来哈，这种料子玩性是非常大的，有可能说它里面就是干青水都没化开，也有可能。对对对对。那就不是说要补呢。这个价格的那种预算了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我们就说玩料子也是要把这个预算降低到最低的风险。对对，现在你看到多少？ 我先不说，我听您说，我有的是耐心。260万，260万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，连你自己都没这个底气爆出来。啊，我就高傲的瓜，没看好的。好好说，偏些高。好好说个卖价，品质我看过了，我心中已经有一杆秤了。好，这个料子我看了多少就给多少喽。哎，给多少？没好好给了，不要乱给。 不要乱给，你说乱给的。好，7万块钱。哎，哦妈的，怎么好？怎么了？你看叔这个眼光，我都有点害怕。怎么懂货？没见料，这么7万块钱，哪里买到？那您说我不懂货，那你还非给我塑料子给我看吗？高这么大，没看。我给你高品质。我给你加2万块钱，9万。 卖不了，卖不了，卖不了。叔叔，来，咱和气生财，您坐下来。你给的价位太低了，这样我也不读书了，不要，不要了，200万也不要了，我老给你借，哎。
八十八万卢比尼，八十八万。好了，我也不墨迹了，真的，我格局拿出来，好吧？今天料子，我也觉得我认定的料子觉得行，我就不想留下遗憾。好好好好，这料子，你说，你好好数，十万，十万，我妈的，卖不了，卖不了，给我卖不了，好，来。不行啊！怎么不行啊？我只能高好的瓜。不是，我只能看到十万。如果说你不卖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卖了你，卖了你，就三包。不行，呀，三包就卖了，卖不到你。好好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不读书了吧？这样，心里往心里往那边。我也不说了。既然你也这么坚决，好吧？我给你再加两万块钱，十二万。真的没办法，我已经格局已经打开了，十万块钱，好，十万，好，可以是吧？来，还有两万了，十万，好，你两万块，够，你数一下，好，有七万了，好，因为我自己喜欢，我就不想留下遗憾，是吧？好的。